正在收听的是说中文播客，我是和你一起说中文的大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说中文播客，我是大鹏。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十大城市系列节目吗？在这个系列节目里，我向大家介绍过了收听说中文播客次数最多的十个城市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第一次排名来到前十的城市，这个城市就是德国的柏林。就在上周，柏林超过了原来排在第十位的台湾。恭喜柏林，恭喜柏林的听众朋友们，也要感谢在柏林收听说中文播客的所有中文爱好者，其中就包括一位我的老朋友俊安。俊安是一名德国大学生，他现在快毕业了，正在实习，以后呢他打算继续读研，也就是读研究生。虽然他的专业不是中文，但是他的中文说得非常棒，人也特别好。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非常想把他请到节目中，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学习中文的心得。俊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同时我也十分欢迎在柏林的其他朋友和我联系，说说你们的故事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去一起认识一下排名第十的城市柏林。柏林是德国首都，也是德国最大的城市，还是德国人口最多的城市。现在有将近340万居民生活在柏林，同时柏林还是欧盟中的第二大城市，仅次于法国的巴黎。柏林位于德国东北部的低地平原上，低地的意思就是海拔很低，地势很低，平均海拔不到70米。柏林的地层属于沙质，也就是组成柏林土地的成分主要是沙子，但是柏林却有着丰富的地下水资源。就是这样丰富的地下水资源使柏林地区的森林特别茂盛。柏林地处温带，气候湿润，夏季凉爽，最高温度也不过20度出头，冬季寒冷，最冷时温度可以降至-10度，甚至更冷。另外，全年降雨比较平均，不过冬季雨水稍多一些。我可以说我特别喜欢德国，喜欢德国所有的东西，喜欢德国的朋友们，喜欢德国制造，但是我却有点受不了德国寒冷的天气，哈哈，开个玩笑。好，现在我就告诉大家我为什么喜欢德国，喜欢柏林这座城市。首先呢，我是一个电影迷，我非常喜欢看电影，所以如果我去柏林旅行的话，除了必须要去拜访一下我的老朋友俊安以外，还一定要去柏林电影节凑凑热闹。柏林电影节的原名叫做西柏林国际电影节，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、最顶尖的国际电影节之一，和戛纳国际电影节、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并称为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。柏林电影节的最高奖项，也就是一等奖的名字叫做金熊奖。为什么要用熊来命名呢？原因是因为熊是柏林这座城市的象征，不论是在柏林的市旗上，还是在柏林的市徽上，都可以看到一只站立着的非常威猛的黑熊。这只黑熊就是柏林这座城市的象征，所以柏林当地人就把熊作为城市的标志。好，那么你知道第一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是在哪一年举办的吗？
正确答案是1951年。大家不要觉得我很厉害，我也是做过功课以后才知道的。所以截止到2020年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。喜欢看电影、喜欢凑热闹的朋友可以在每年二月去柏林看一看柏林国际电影节。我是很想去看，但是柏林电影节举办的时间是在每年最寒冷的二月。我该怎么办呢？那么就不如去看看别的地方啦，比如闻名世界的柏林东边画廊。这个画廊和一般的画廊大有不同，它的前身就是闻名世界的柏林墙。柏林东边画廊是在柏林保存下来的最长的，也是名声最响的一段柏林墙，长度约 1.3 公里。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，两德统一以后，遗留下来的这段柏林墙就成了当代艺术家们的创作乐园。创作的主题多以政治为主，并且为了保护这段柏林墙，在2009年进行了一次翻新。现在柏林墙只剩下了三段，这段柏林墙是遗留在三段柏林墙中最有人气的一段。如今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和平与快乐，那段黑暗的历史早就灰飞烟灭了。如果你想了解历史，想了解德国的文化，那么博物馆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在柏林有很多博物馆，不过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柏林博物馆岛。柏林博物馆岛从名字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，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博物馆，是一座小岛。这座岛全部是由博物馆组成，所以人们叫它柏林博物馆岛。再说的具体一些，柏林博物馆岛是一个把五座博物馆结合起来的一座小岛，修建于大概1824年到1930年期间，在1999年被认定为世界遗产。这五座博物馆分别是柏林老博物馆、柏林新博物馆、国家美术馆、博德博物馆，还有佩加蒙博物馆。这五座博物馆在一起就组成了著名的柏林博物馆岛。博物馆岛位于东柏林地区，当时由于经济困难，岛上各大博物馆年久失修，破烂不堪。两德统一以后，德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，对岛上所有的建筑进行了重新维修。不过柏林作为德国的首都，不只是有这些，对于像我们这样的旅行者而言，还可以在柏林看到代表德国的勃兰登堡门、议会大厦、总统府、犹太人纪念碑、犹太博物馆、柏林大教堂等等等等，简直是太多了。说到德国的美食，首先我会想到的就是香肠、啤酒和大肘子，当然在首都柏林也少不了这些了。首先要推荐给你的就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柏林白啤酒。不要以为它真的是白色的啤酒，只是它的名字叫做白啤酒。柏林白啤酒是有着当地特色的啤酒，白啤酒使用了来自德国南部的酿造工艺，麦芽十分丰富，麦芽就是制作啤酒的原材料。柏林白啤酒的特别之处就在于酿造过程中还加入了乳酸菌，乳酸菌就是酸奶的主要成分，因此柏林白啤酒的口味有点酸，喝的时候要加入水果糖才更好喝。这种啤酒的酒精度数不高，口味酸甜，像是一种水果啤酒，非常适合女生们饮用。只喝啤酒当然是不行的。那我们在柏林还有什么好吃的呢？我的答案是香肠，而且是咖喱香肠。
柏林的咖喱香肠很有名气。咖喱香肠算是一种快餐，也可以叫它速食，速度的速，食品的食。它既是柏林的特色料理，也是柏林小吃中的精华。香肠经过油炸以后，外焦里嫩，也就是外边的皮很脆，但是里边的肉质却很鲜嫩。在炸好的香肠上浇上咖喱和番茄，不仅是游客们非常喜欢，而且还十分受德国国民的欢迎。在德国甚至有以咖喱香肠为主题的博物馆。根据德国咖喱香肠博物馆的统计，德国人每年大约要吃掉8亿根咖喱香肠，其中在柏林就达到7000万根。可以想象得到咖喱香肠在德国柏林的地位了吧。另外一个在柏林人心中有着重要地位的饮食就是面包。很多柏林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面包，其中一款非常受柏林人喜爱的面包就是黑麦面包。这种黑麦面包看上去黑黑的，但是却有着极为丰富的营养，对健康特别有好处。大多数的黑麦面包都能保持面包的原味，你可以随心搭配你喜欢吃的果酱或者是食物，因此我特别想吃吃看，所以也推荐给了大家。这就是刚刚排到收听数第10名的城市德国柏林。不知道我为大家提供的信息是不是完全准确呢？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，请大家帮我及时更正。好啦，再次感谢在柏林的朋友们，感谢我的朋友俊安。对了，还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3个活动，找错活动，打电话说中文活动，还有最新的我的城市活动。那我们下周一起说中文。